小庄，我放进去的情报被人取走了，并且我确定，他就是来启动我的人。庄周梦蝶，嗯，是我们的联络暗号。 的确是敌方在发报，将军阁下，这个电台被我发现以后，我监听了两天，此类的密电被我全部截获。嗯，截获此类的密电，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任何关于对方的密码本，或是参照系，这些密电对我们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些废纸而已。这个发报的电台很奇怪。 一般抗日分子发报的时候都特别小心，而这个人发报的频率却异常的频繁，而且不断的在更换位置。他是在车上发报的。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发报者，捣毁电台。顾梦君，湘南每天来来往往有上千辆车，任何的杂音都有可能影响监听的品质。通过监测，找到这种电台，根本不可能。 所以啊，要恳请叶少佐这位电讯高手出马。测向车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待命。为了帝国的荣誉，叶少佐不怕麻烦了。佐藤将军，我只能先试一试。但依照我们现有的设备和条件，想要找到准确的位置，很难。 那就辛苦你了。通知大家，立刻封锁军政厅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谁要是敢影响叶少佐的工作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去负责测向车。是。我要先检查一下测向车。 宮本総省の命令で電話を使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。大丈夫さ。電話を盗聴すればいいだろ。いや、心配するな。はい。株式会社，我今天在军政厅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。晚上，你就一个人去好好玩吧。啊，我们改天再约。 那我票都买好了，怎么办啊？改天再说吧。愣着干什么？开始吧。 作業を始めろ。8キロ直進。 左に5キロ。
を縛るしかないですね。まだ縛れてないのか。電波がずっと移動している。怎么那么久啊？信号丢了，人也找不着了，他们总得做做样子吧。见到人了吗？没有。那你能确定是什么车吗？也不能。不过看当时宫本的表情，应该是有目标了。我的身份特殊，不方便在那里久待，只能找几个醉汉去那儿捣捣乱。不过我能感觉得到，我们应该是离战友更近了。冲，我知道，你比我更想见到我们的战友。没关系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没想到不到半年，我被天皇钦点了两次。几阵情报是从香岛流出去的，你们两个谁给我一个解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阁下息怒，与其追究已经犯过的错误，不如想想如何弥补。没有那么简单。天皇陛下的手谕指出，由于我们的失误，整个的作战计划全部都作废，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局面。将军阁下，我们可以再找池先生借粮。将军阁下，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，这个办法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您说的没有错，里面请。越南为什么派你去啊？保家护航，毕竟是在为日本人做生意。越南局势动荡，在驻越日军处还有我的老同学。况且，我不想让这个池老板离开我的视线。你还是觉得这个池城有问题？我的直觉告诉我有，但现在我也不能确认。至于是好的问题还是坏的问题，我这次去，一定要一探究竟。行，那你注意安全，一定多加小心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电话又消失了。什么时候消失的？已经沉默两天了。怎么，要走了还舍不得我呀？我走这段时间，帮我照顾好何英，我担心宫本的人会对他不利。你说的没错，没有你的制约，宫本会更加肆无忌惮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帮着你照顾好何英的。叶少佐，池先生这是轻装上阵啊？没有，我的行李，我的管家老魏昨天已经帮我拿到船上去了。叶少佐就一个箱子啊？长途跋涉嘛，带多了东西也不方便。那我先上船了。好，一会儿见。